Emily 肚子饿吗？今天有 Uncle 请你吃饭了啊！上次来吃的鸡饭，他说今天还要吃鸡饭，不过晚上好像没有鸡饭。晚上啊，对，这里是叫雅玲茶餐室的一个，他白天是卖鸡饭的，晚上卖煮炒的。他中午的果条粉很好啊。对，上次 Emily 来吃过鸡饭，还评价挺高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来拜访一下，晚上吃一下他的特色的一个鱼头。啊，这边的鱼头不是用海鱼做的，是河鱼做的，挺少的，在马来西亚啊，在马来西亚比较少的，一般都是用那种海里面的做的多啊。但是我们中国吃河鱼比较多，对对对啊，试一下跟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啊？简单的一家茶餐室，挺普通的，很容易忽略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有朋友介绍带过来，我们就会比较就比较针对性。你好，哎，这边已经开始有一桌了啊，你好。看那边是已经摆上了，有酒有菜，是好的，一大家，好的，慢慢用啊，慢慢用，是好。我们坐这边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啊，过一下他们的价，有什么菜，然后价格怎么样。就是这边主要是吃鱼头的，它有几种做法，咖喱鱼的，姜蓉的，姜蓉的好像马来西亚的特色啊，姜蓉的，然后酱蒸、清蒸就是这样，但是它这个用的是松鱼头，不是用海鱼头做的。然后这里是一个几个煮炒类的，这样如果鸡的煮炒类大的是35，小的15，哎也不错啊，是吧？然后蔬菜，然后豆腐汤类就是这样，主食类的炒，这个也是晚上的主食类的，有福建面，然后炒饭就是这样的，新洲米粉8块到25块，对，也可以，我们也要可以来一份。就是、Simon 大哥你好啊，我们先到了，是，这里吃最好吃的鱼，最好吃的鱼头，好的好的，我们今天来领略一下，是马来，好的好的，来看看，那是老板娘，老板呢，待会给老板问一下，老板有什么特色给我们介绍一下。都是老客人，边上起哄了，老板还有点害羞，哎呀，边上的客人，哎呀，鼓励一下，给老板鼓励，你讲，老，哎呦，真的是，你看看，哎呀，随便说两句就可以，老板，哎，随便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菜就可以了，对，就是有什么特色的，我们最特色就是这个酱蒸鱼头，酱蒸鱼头 是，这个是来自中国福州的，福州的是吧？听说您太太也是中国人，啊、中国福州的，对吧？啊，是这个搭配，中马搭配，我太太的传统的鱼头就是福州姜蓉鱼头。福州姜蓉鱼头啊，酱蒸鱼头，鱼头是必点的，其他的就看着办，就是这样的。早上是鸡饭啊，对，是我们的这个是福州的海南鸡饭啊，都是福州口味的，因为太太是福州人，完全是福州口味啊。啊，是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可以，可以，好的，老板一去忙准备吧，开始啊，我们就等着吃了。哇，厉害厉害，这两个是准备给客人的，一个是我们的是吧？一个是别人点的，应该是。啊，两个都是我们点的，哇，好，一个酱蒸，一个是招牌的姜蓉，这里不熟的都不知道，我告诉你。对。每一个来的，我觉得看看啊，每一个来的都是认识的，都是熟客。你从离得远一点，或者是真的没有朋友介绍，找不到这里来的，一般也没请什么人，是吧？都是老板和老板娘两个人在。除了有个厨师以外，真的是，所以大家吃饭不用着急，坐下来喝喝茶。如果不是来不及做的话，在马来西亚就是这种安逸的生活，就是慢慢等啊，慢慢等，真的好饭不怕晚，鱼头在蒸呢，哇，一大桌，这个是菠萝古老肉，也是老板推荐的，来看一下啊啊，这个也好吃是吧，大嫂是吧？好的，大嫂是你的特色菜啊，对的。老板亲自上菜，大菜来了。这个是什么鱼头啊，三门大哥？福州蒸鱼。福州酱蒸还是姜蓉的？这个是啊，酱蒸的是吧？好。啊，老板问一下，你们这鱼头怎么卖的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大的鱼头怎么卖的，怎么价格？现在这样一个。这样子一个的价钱是，马来西亚价钱是55块。55块钱一个，这么大的鱼头。所有的价格都是一样的是吧，就是酱蒸然后姜蓉什么都是一样的啊。对，好的好的，看一下啊，福州传统，好的，老板就强调福州传统，哎呦，很大，这个鱼头
半条鱼的，我感觉它都有，上面那层酱都把鱼全部盖住了啊，有点酸辣的口味，我闻上去是。太好了，他们的酱料是自己炒的吗？啊，酱料自己炒的吗？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啊，应该是大厨做的，是挺特别，很不一般哦。这个酱料闻起来就很厉害，来试一下。啊，是这个是招牌姜蓉鱼头，是好的两个口味，一个比较清淡一点，这个是酱汁是比较口味重一点，很辣，有点。就带一点点剁椒的那个辣的感觉哦，有点像剁椒鱼头的，对，可以哦。但是跟剁椒又不一样。这应该是松鱼是吧？马来西亚都说松鱼对吧？它这个肚子上那块肉带油的，超级的嫩，它就是比那个海鱼要嫩，河鱼就是比海鱼要嫩，这个口味啊，超级的滑，而土腥味没有什么土腥味。它那个酱料其实很有特色啊，对，酱料做的很好。我现在吃的是那个。酱汁的这个啊，好吃好吃，这姜很香的。我一开始以为有的我们会吃不习惯，但是吃上去可以啊，可以接受这个味道。对，嗯，它不会有什么那种，它有那个姜的那个香味，但它不会说没有那酱辣味啊。对，然后靠近看一下这个鱼肉，说明这鱼很新鲜啊，鱼很新鲜啊，可以，太好了，这挺少的，在马来西亚。在马六甲其实挺少的这样的做法，其实人家在马六甲吃咖喱啊，咖喱做咖喱的也可以。福州瓦煲空心菜，每个哦好最出名的是吧？老板每个菜都是带福州的啊啊，对的，这是瓦煲的空心菜，来试一下跟马来西亚口味的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软糯，很软糯啊，是超级软，超级很嫩的，他选的。它是蒜泥、虾干。跟马来西亚炒的还不太一样是吧？马来西亚炒法不一样。马来很多是放那个虾膏一样，虾酱一样。有虾酱，有对，有口味比较重，它就蒜泥的香是，这个是福州口味的，算是中国菜了。福州面，好的，老板来放这边嘛，放这边。哇，用的是大面炒的，看，哇，这色泽真不错。哎呦，我抬不起来，太重了。老板，这是大份的是吧？大份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对吗？这是大份的，我来，我拿不动啊，是分量十足啊，上面就看到猪油渣，什么蚝肉野青菜，表面是这样的。这个福州面很好吃，你们一定要来，这个来试看一下，就这个不知道，一试吓一跳，忘不了，不是吓两跳哦，一试吓两跳，哇，好 go， 哇，是，每个人都来了，哦，每一桌都会点啊，这个福州面，好的，看一下，看这色泽就是诱人啊，看我们鱼头，两个鱼头一会儿吃完了，太好吃了，真的是，太特别了，这个，我感觉做的这个比海鱼好吃啊，嫩鲜滑是吧？跟外面的有的炒的还。用的面还不太一样，是这个应该是比较正宗的，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给我们指点一下啊。最终是每桌必这叫大面，是吧？大面啊，对，最后的那个，最后也不要浪费了。福州拍摄机，好的，老板介绍，老板娘上菜，你们来上菜。哦，我的老婆发明了福州拍摄机。好的，老板娘发明的，独此一家。哦，真的是有点泰式的感觉嘛，来大家试一下，来，甜甜的啊，对，多吃点，对你太瘦了，是的，开心吧，啊，我尝一下汁啊，是的，刚刚那个黄瓜，那个酸酸甜甜啊，很开胃，很开胃的，是，哎，那一份感觉量挺大的啊，老板家的这个大份的量挺大的，鸡是炸过的，很香很嫩，是吧？啊，谢谢三门大哥大嫂啊，真的是好吃，你们做的这鱼头很特别啊，是不是啊？饭店你觉得哪个你更喜欢吃哪个？我觉得这叫什么鱼头？酱蒸，酱蒸鱼头好吃是吧？还有那个福建泰式鸡哦，很好，福州泰式鸡，福州对，福州对，哎，你最爱吃那个。大面福建面，对，他那福建面比外面更好吃。剩下都给他吃了，是。虽然是茶餐室，但主场做的真的很好吃啊，不只是那种小食啊，怎么样？都是很多老板娘的创意菜。啊，对的，都是独家啊，对，独家的菜式真的是两个鱼头，大家别的口味也可以尝试一下。对，挺有特色的，都很好吃，是。好的，谢谢，好的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啊，好，拜拜。